天念天天做什么拢可以，只要心心相印，有穷有碎。出国要两个月啊，嘛是很想出嘞。啊，你不是讲你想要伫个秘鲁加上几工啊？爱情的秘鲁是咱是生理由，嘛是我爱着你的原因啊。对我来讲，这度蜜月就敢那活在梦中同款。这一段哩，那是怎啊去秘鲁啊？这缘分哦，真正就奇妙。四姨，贝达。等一下，过来，我叫小区边。喂，嘿，是，好，多谢啊，多谢。陈龙，咱出去来吃饭吧。啊，对啊，你拄只离飞行机顶关，迄飞机餐拢无食嘞，你甲倒来了。没啦，啊，不过我有淡薄嘴干。啊，安尼哦。头前遐有便利商店，我去替你买水。你乖乖在家等我，阿妈要等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姐，我改口了。等我回来哦，等我回家。这是倒位啊？我哪会在这？雨姐，陈龙，陈龙，你是要创啥？陈龙，你是要创啥？我拄则不是叫你遐乖乖等我，啥物也袂做？头前遐就是楼梯咧，差点滑落去，敢知影？真是的啦，我拄则雄雄发现你胖见啊，我就紧张，我想要赶紧找着你。我拄则不是跟阿你讲，我要去替你买水。那伊目睭呢？伊阁睡袂起。干么子嘞？我阁放袂记代志啊！我这头壳即马是安怎？啥物代志拢记袂着？而且我是毋是要失去记忆啊？陈龙，你莫紧张。有可能哦，是可能去坐伤久啊，所以你想要忝啊。等一下，咱回去休困，应该都无代志啊。哦，对啊。陈龙，咱因为去蜜月旅行中断了心理治疗，我感觉咱是要继续做。啊，够啦，我顺便替你报名一挂针对盲人的生活适应课程，敢无？我得要赶紧学会照顾家己，安尼才袂造成你上大的负担。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。你把酒店好起来，我们一定会陪你，好吗？什么无彩啊？哎呀，就顶边啊，雅虎总哦，报咱的股票哦，哦，今麦股价哦，起甲下掉啦。啊，结果呢，我买无偌济哦，赚唔成钱啦，实在哦，足唔甘愿的。啊，不过我想哦，遐股票过会起，啊，过去哦，咱哦啊，轻轻的拢甲买落去。阿姑啊。今麦这支股票起遐尼悬的，咱讲安尼最高进场风险收大啊！啊，你讲什么话啊？马无野草不肥呢，要做大生意哦，大就要较知的。无你就是阿舅哦，当初用短短十几年哦，就甲咱哦上顶做甲咱下下叫啊，凭什么？就凭我李有贵，敢做、敢拼、敢冲啊！听我的。
即马，咱就好甲海外迄个秘密资金调转来哦，倒入去。啊，咱赚到钱哦，咱就马上出场。啊，唔过阿姑啊，我真无简单，才甲秘密资金汇出去国外的。啊，即马佫叫我转倒转来，迄真有可能会去互政府查到咧。哎，你讲的有道理。啊，无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归去哦，咱先甲这个月，要付完工的薪水哦，调出来用。不知道，佫有半个月时间才发薪水嘛，无得卡，就伫这两礼拜哦，遐股票就起啊，起到几啊涨停板啊。啊，到迄个时阵哦，咱才搞股票卖掉，摕来发薪水就有够啊嘛。阿姑啊，安尼敢好啊？那有啥唔好啊？啊，你放心啦，就照我话去做啦，哈。是。爸，阮回来啊。爸。哎，哦，哎，啊，恁回来，那无甲爸爸通知一下，通好去机场接恁哈。唔免啦，免遐尔麻烦。啊，我甲像老公坐飞机的时阵哦，已经先甲司机联络过啊。而且哦，伊嘛知阮的回程班机，就直接来甲阮食啦。哦，来，坐。哎，是啦，爸。你唔是讲要寄良品？啊，阮无办法寄啦。阮的行李内面有真多要予你的寄良品。陈龙啊，我阁有重要代志要办啊，我要来无用啊哦。阿姑，我先来无用啊。哦。国政出头到尾，拢甲宇杰当作是隐形人。看起来，小马公伊伫个约别个查某囡仔，是有影个。陈龙，你坐几工飞行机，应该就忝个对吧？我回去等伊房间休困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哎，对啦对啦，吼。啊，坐飞机坐遐久哦，佫有时差个问题哦，先去休困，吼。嗯，好。爸，那呢，我先离去啊。好好好，来，你放。哎呀，来，我见，来。姐，我见啊，我家己离开就会用的。好，奶奶去洗去。嗯，我见。我到啦。哎，玉姐，来。啊，我看陈龙的行动哦，是愈来愈顺势啊，真正出去行行有差嘞吼。干嘛呢？爸，我才想要问你，陈龙迄个心理医师的联络方式，你敢有啊？我想要带伊去看一下医生啊。哦，安怎？啊，这两个月伊阁发生什么代志？不是讲什么大代志啦，只是陈龙伊阁甲之前同款，常常咧做恶梦啊。哦。那呢？伊敢有甲你讲，伊是梦到啥？这就是我上烦恼的所在，因为即卖记忆哦是愈来愈歹，伊天天甲去梦到啥，伊根本都袂记的。哎呀，你免烦恼啦，吼！啊，陈龙阿伯结婚正经哦，就是安尼啊啦。啊，不过我感觉伊即卖健忘的镜头真正愈来愈严重，天天才拄发生的代志，伊马上都无印象啊。啊，搁有，我甲千交代万交代，伊拢甲我应好，啊一月头家己煞袂记哩。亲像阮即阵去蜜月的时阵嘛是同款，伊常常断片。当时哦，搁发生迄种足危险的代志，好佳哉我有看到。哎，你若真正烦恼哦，爸爸来处理，我会甲伊的心理医生来联络。玉姐啊，多谢你这么用心地照顾伊，多谢。无啦。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，啊，其他部分就麻烦爸。我希望陈龙也掌控，迈入来落花。无叫杰西卡，甲这位活该！你敢知影？拄则法官已经判刑啊，而且阁是三年两个月呢。
这一切都是你跟杰西卡设计的，对吗？是有关哦。咱当初不是说好啊，我会离开刘嘉文跟我的囡仔，你敢知影？我为着你，甚至我离开原本的家呢，我都已经做到这款地步啊！你是安怎敢不放心煞啊？巴肚已经足大啊，即马乖乖三年两个月，你是爱伊伫个内底，甲囡仔洗落来是？你到底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因为只有安尼，才会当保证哦，咱结婚的时阵刘嘉文袂害人。安娜，你是唔甘刘嘉文关心？我已经还袂刘嘉文的感情了，我无想要伫个土地上。我对不起，讲坦白的，刘嘉文并无做唔对代志，伊唯一做唔对的，就是选择跟我做伙。这件代志要怪啊，只会当怪你家己啦。做代志拖拖索索，你若是较早敢会切切，代志敢会变甲安尼？你要叫人今麦会行到这种地步，你的责任上大。你今麦所有的痛苦，还佫有后悔，拢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亚轩，我既然已经选到你啊，就请你相信我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一定选到我，那安尼就麻烦你，从今以后，莫佫管伊的代志。因为刘嘉文这三个字，管不管是听到还是看到，我都会足了解。伊的存在哦，对我来讲哦，就是一种折磨。安尼你敢有了解？我阁问你最后一次，我安尼讲，你敢有了解啊？我知啊，哎呦，蔡嘉祥，你卡这这紧的呢？你是不是有任意门啊？我拄只在你发庭看你关心你的前女友呢，我一回头，你就伫遐跟亚军讲话。你是来忏悔的，还是来替你的前女友求情的啊？亚军。你别误会，是我母硬要我去，我根本就无想要去。哎呦，你都别再解释了，你根本就是一个标准的双脚踏双船啊！你一颗心哦，不知道要爱左边还是要爱右边。我若是亚军哦，我倒袂爱你这种渣男。亚军，咱来啉咖啡，我有代志要跟你讨论。好，嗯。拜拜。杰西卡这个查某，真正小家有准，唔知还阁要甲亚军计划什么代志啊？三年两个月，这么长的时间，嘉文跟伊巴肚内的囡仔是要安怎过？阿姐真正有够可怜，爸，来点上树。那一定要把阿姐救出来。就算上诉，嘉文也无可能强判无罪啦。啊，今晚不管安怎做，嘉文的人生哦，都会留下污点。啊，伊的囡仔嘛真有可能哦，伫内底出事。我不管啦，我一定要叫律师想办法，还是我去贷款。
且搁较厉害，老师嘛用的。爸，咱赶紧想办法把阿姐救出来啦！咱赶紧想办法啦！慧婷啊，我知你真疼你阿姐啊，啊，不然今仔吼，干来当尽人事，听天命啊！刘嘉文处以有期徒刑3年2个月，即刻发监执行。先从我这细胞都离开这所在。我到底安怎才会当出去？爸爸，这些来，妈妈还得爱在这家出事。都是妈妈不好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最后，我会利用讨论的过程，把每群员工专业的知识工业化，啊，个人的经验变成全体资产。我是感觉俊豪这个规划哦，足无聊的，到底是要去耍，还是要去上课啊？你会当麻烦选个第一啊？教育研习是你这段离不开是吗？李俊豪，阿妈叫俊杰，对着你的身躯边跟你学习。啊！伊若是有啥物无清楚的所在，你毋着应该解释予清楚，予伊赶紧恢复记忆。佮有所态度遐尔歹？伊是失去记忆，毋是毋捌你。那安尼，你嘛应该较有耐心的。好啊啦，两个莫佮冤啊啦，春杰。嗯。他这是公司一年一变真重要的活动，目的是要提升公司的竞争力。所有行程都是针对主管来做规划。不过我是感觉爬山也袂当学着啥物物件啊，是当学着啥？你莫看这爬山无啥物哦，这毋但会当考验每一个人对一件代志的坚持决心，也会当让大家感情愈来愈好啊。还佫有上重要的是。在爬山的过程里面，你会当看到每一个同事个性拢无同款。有同事看到人有困难，也出手斗相共。啊，不过有同事伊袂哦，伊坚持要行家己的路，伊无希望因为别人去耽误着家己的进度。俊杰，妈已经甲你解释甲遐尔清楚啊，你即摆应该对于这个活动的目的无啥物问题啊吼。啊，不过我也是感觉，伊规个足无聊的，而且哦，还有真侪问题，伊都唔知影。有啥问题，叫你讲啊。我讲，我惊我讲出来，你会掠狂，好无？俊杰，为啥问题你都讲出来？安尼公司才会当进步，啊？就是讲啊，你若是有啥物问题哦，你得一行啊一行拢甲讲出来，卡边有人哦，感觉家己足厉害。是恁叫我讲的哦，唔是哦，我是要讲哦。
好啊，那我就讲啊。到时阵哦，什么叫鸡啊？鸡啊，哎呀，什么咱带头的弄一个鸡啊，啊无后边的人，是要怎行啊？你哪知要行唔对？而且哦，你第二点哦，就是哦，你爬山的路线真尔长着啦，应该爱伫咧中途加设几下这个休息站啦，让大家休困的时阵会当唱歌、耍游戏，让大家心情放轻松，安尼大家哦比较有精神，会当继续爬山，你讲对无？哦，理由是啥？啊，你莫讲，我拢知你要讲啥，看你这个表情我就知影，当作我无讲。哦，哎，卡叔公，你都爱叫我同我其他意见。我就回去把这活动发到其他主管了。嗯，你去报应啊。哎妈，我也要来做跟秘书了，阿妈交代我要跟俊宏对聊聊，我先来去啊，拜拜。妈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参详。什么代志？你讲啊。我头拄看迄个延伸名单内面无我的名，我希望你会当予我参加。头拄俊杰总控，你嘛有看到啊？伊对公司所有的一切，拢也是无啥物忌忌。假使讲我会当陪伴伊，啊，伫个一寡时间的时阵，甲提醒。啊，尤其是哦，拄到其他的主管的时阵，才袂出力口状况。哦，我答应你。啊，不过你有心理准备。虽然慧婷无在名单内面，啊，不过我同款会叫伊去参加。所以到时阵你若看到伊，你就莫去怀疑讲是安怎伊有资格去参加这个活动，好不？那安尼嘛，我敢会当问你，你予伊参加的理由是啥物啊？可是，咱公司是食品公司，食品研发部门是决定一个公司发展上关键部门。假使伊对公司的了解愈深，那咧对公司的未来发展就愈有利啊。我这个解释，你敢了解？我了解，妈，啊，卡叔公无其他代志，那呢，我先去找俊杰啊。哦，你去。好好啊，耍我的手机啊！嘿，一直跟他对条条，真正是有够烦的。现在总算是会当一个人好好休困一下。啊，这个李俊哦，嘛咪来回谢你莫非哦。李俊好，俊杰人嘞。我哪知道？啊，伊唔是一直拢甲你对调调，你哪会唔知道？伊无在家，去别所来找麦花瓜。手机摕来。为什么啊？我要检查看卖啊，你敢有甲迄个录音删掉啊？
这是我的证据，我要给他好好留咧。以后等结婚放给你翁婿听。哎，李俊豪，你这人哪会遐尼变态啊？真正变态人是你，你想要杀了家己的哥哥，不会跟你困做伙。哇塞，这个柯欣看起来就是一个乖乖牌啊！啊，想要告伊，竟然是一个蛇蝎女。等下，伊拄只讲啥？伊是想要杀给我，还是李俊豪？我警告你哦，这件代志你若是让俊杰知影，我绝对会帮你算。奇怪呢，这件代志我明明也是受害者，你想要困俊杰困无着，困着我，你敢来威胁我？还阁有啦，因为这件代志用赶出你家公司，阁唔知哪样反省哦哈。就多玛尼库拉塞。俊杰，等，拄只讲啥啊？你哪是啊？无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恁两个。到底困过的哦？哇哎、欸，你是虾米啊？啊，咱做出这种代志啊？啥叫水啊？去啉着伊加了水啦！哈、啊，所以即马你原本是想要甲我困，结果忽一个煞困着伊。哇你这人啊，安尼啊，哇这个家庭哪这样尼复杂，够劲爆的啊！哎，你搞懂的哦，别跟我拍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无。我是不跟你跟你困的。李俊豪拢厉害啦！不是啊，你这人讲的哪安尼？哎，讲起来嘛是受害者嘞。总算是有人替我讲出公道话啊！不是啊，从以前跟人困过啊，你到有法度咱两个做伙生活在一个家庭，啊，记得什么代志我发生过，我根本是个变态啊！早就跟你讲过啊，咱弟家跟一般的家庭无同款，即摆总算是了解吼，用一点仔时间慢慢去消化。我先出去啊。哇，这个家庭哪这么复杂啊！妈！恐怖的啊！哎，你什么代志啊？大惊小怪哩！你敢知影？可心要告迄俊豪，因安尼，然后嘞？我咧看起来，这个病情真正有见过世面嘞。安尼，我决定了，对你身躯比较合适。我感觉厝内底所有人拢安尼怪怪。怪怪？啊，我敢唔怪怪？你就是无怪怪，你就是真正常，所以我唔才想要对你这身躯边甲你合适。哎、欸，小妈，你讲什么奇怪的代志？我搞讲。咱每一个人，有当下当会因为一时糊涂做唔对代志，可是已经知影伊家己唔对啊啦。不过我头摆若是看到伊哦，就是着。伊想要拄啊迄落我，哎，我才足紧张的。啊，但你是咧紧张啥？搁甲安怎讲？伊嘛是你的小妹，伊对你真好，真维护你。哎，我是甲你讲哦，你莫因为这件代志，就对伊讲歹听话，无就对伊愈来愈疏远哦。哎，我感觉咧有一个人的家庭哦，真正是足复杂的。刚刚。嘿，有一个家庭拢有这样侪故事哦。咱每一个家庭哦，拢有真侪故事啊。只是咱兜的故事特别复杂啊。啊，不过每一个家庭的妈妈拢同款真疼惜家己的囡仔。这我当然嘛知影。就参照这届变动的代志哦，若不是你搞倒三工，无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。所以你嘛知影，我尽全力在替你补救啊。我当然嘛知影，你替我把重点哦放伫变动加饮料，而且又要叫刘慧婷去做市场调查的报告，就是想要哦搞倒三工，让我伫阿麦面头前会当证明讲哦，虽然讲我个性淡薄冲动，不过我决定是对的，对吧？哦，原来你这么细心的，搁知影观察，搁知影感恩哈。妈，敢讲较早的我拢唔知影谈咩感谢？
无啦，嘛无啦。其实你较早就是一个真乖、真知影感恩的囡仔。哎、欸，我咧想起来，你甲较早无啥物差别咧。嗯，只是讲用另外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尔。对对哦，你这样了解我，这样听我，我就放心了。妈，还是那安怎？雄雄讲话，你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我是咧想讲，假使你若不是出世在这个家庭，压力才尔大，假使你若不是我的囡仔，我得靠，你就能过得较快乐、较自在。这话我是要哪甲伊？哎呀，其实讲真嘞，这我嘛唔知要哪比较诶。啊，我个性唔过到底拢足自在啊。虽然讲阿妈哦淡薄杂念，啊，迄个李俊哦，敢若阴阳怪气，啊，可是哦，佮你笑是我的肉体。除了这以外哦，我真正找不出缺点嘞。哇，我是感觉做一个好爷，两个少爷，真正不哩遐赞。讲真实，嗯，妈妈今麦听你安尼讲，我就放心嘛。想无你会当用乐观的心情去面对这复杂的一切。哎呀，讲乐观了，我是第一名啊！好啦好啦，差不多啦，爱下班啦，好，来，过来，我提一个，快包包，来包包，来，提。你别提，提你提啦，哎，查甫囡仔提，不要提，不要提，我不管。行，金优好，金优好。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林经理，你请讲啊。哎，你敢知影咱台湾倒一间夜店的拉面较济哈？经理，这我唔知呢。哦，台湾夜店有够无聊的。我来讲，像我之前在美国的时阵无，我常常去迄个上空夜店耍啦，那么才是男人的天堂。哎，对啦，这代志哦，我从来唔捌讲互另外人知影。你千万唔通互阿福知哦，阿若无一定去骂死，听着无啦？林经理，你放心啦，我这人嘴上硬啊，我袂讲啊。经理，啊，那遐尔多好，你要去倒啊？我要去坐捷运回去啊。唔免坐捷运啊，我送你回去。来，酒请。是一个好人诶，啊！你对他每一个员工拢安尼吗？伊嘛是爱员工表现了好啊，下你袂歹，是摆公司才短短的时间都有法做出成绩。我听迄同事讲吼，你对客户拢掌手腕，尤其是查甫诶。哦，啊，迄是因为我之前诶工课是酒醋小姐啊，啊，大家拢爱面对无同款诶人客，尤其是查甫人。伊的感想哦，我一看就知伊在想啥。安尼哦，那你看卖啊，我即摆心内在想啥？
我看不出来啦。看不出来，我头先不是对你家己做主持呢，啊？啊，不过我感觉你甲别人无同款啊。你应该是一种，哎呀，暗藏家己心内的想法的啦。哎呦，你是不是早已经看出来啊？啊，只是歹势讲你。无。真正无啦，经理。看出来就看出来，问那有要紧啦。啊，表现了好，就是会使讲，知无？小马，你知影怎行啦吼？郭小姐，啥是郭小姐？伊新来业务助理啊，听人讲伊较早是做九处小姐。九处小姐，啊，原来是伊啊！安尼看起来，郭胜的录用伊，应该是对伊有意思。啊，郭小姐就请以后，啊，林经理带伊去倒位啊？林经理送郭小姐回厝了后。叫我再去夜店，再去夜店。伊当时爱上夜店，我哪拢唔知影。伊讲伊常常去，只是唔敢互你知影。哦，安尼哦。你今日表现袂歹啊！啊，以后唔管林经理哦去倒位，啊是做甚物代志，啊是甲甚物人有接触，你拢爱甲我报告。是。也够有啊！以后这个代志，记在头壳内面就好，千万莫写出来。万不利，若让林经理发现你家己的代志啊，写到这详细，啊，到时你就真歹解释啊。董事长，我知啊，我这摆袂阁用写啊。安尼好，啊，你去无用你的。叫小马对爹郭胜的身躯变较感性，这是正确的决定。少年人啊，国家安怎讲啊，嘛是少年人。郭胜即马阁是伫爱耍的阶段，才会看一个就爱一个。安尼看起来，伊正经甲雨杰交往嘛无遐认真啊。这对成人来讲也是好代志。即马只要海船的秘密，那永远是秘密。我就安心了。大家先我给你一个爱的鼓励一下。好嘿，多谢大家，多谢大家。今嘛小弟我要为大家带来一首歌曲。今天的路途真遥远，不过我相信大家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只要是这首歌，就一定坚持落去。所以这首歌曲就叫做《坚持》。头前的路，不知我等我呢苦，看不着，就一步算一步。雨水那路已经压淡阮衫裤，一阵风，一乎阮的心更加坚强。你唱啊！你唱啊！今仔行程我拢跪了，好，你莫来学白舞啦！李俊豪，你莫伫咧其他的主管面头前，甲俊杰大细声好无？我妈已经伫咧山中等啦，咱赶紧出发啦！拖时间敢是我？这问题哦，你应该问俊杰才对。俊杰，你敢准备好啊？早日边穿好鞋咧等你呢，是恁家己晚来，当面牵拖我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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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啊，较等下哦，抱我一支机啊吼，啊，拄好做伙行。我先甲你讲过啊，卖举机啊，到底是咧坚持啥？无啊，我就是一定爱有一支机啊，啊，若无，我就做袂安心诶。唉，这种感觉我袂晓讲啊，都足奇怪个啊。哎，哎，
你这摆才有原始人啊，有经验才有意义。你嘛给当作是巡航舰用一啦。大家都只有看到无？咱李经理哦，清清菜菜，不搞一支鸡啊，安尼个拗。哥哦，恁爸那是一摆哦，退十批草块伊要哪拗？这个叫做啥？你敢知？这个叫做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。我现在宣布啦，这摆活动吼开始啊！大家对我，就是三中村，行。这个也无礼貌安尼。俊杰，别去啊啦！哇，这是红高压丸，啊，这个女魔头若是对我什么企图，我喊搁较大声，嘛无人会来救我。我袂当吼，予伊有下手的机会啊。歹势啦，因阿妈有特别交代我，爱家己俊豪对我好，所以我即摆要紧转去啊。好，好，拜拜拜拜。俊杰，俊杰，你要倒啊？啊，毋是讲要出发啦？你先甲家的粪扫收收诶。啊，公司毋是有派人来收粪扫，想到是我收啊。就算讲有派人来收，啊，人看到咱粪扫担架呢，会安怎收啊？那是李俊豪等的，叫伊来收啊。我叫你收就收，你那啰嗦要创啥？高经理、周副理，啊，想袂到恁的体力遮尔好，拢袂输我爸阿妹哦。是啦，我甲周副理做翕相的，所以常常做伙爬山已经习惯了。对啦，啊，为着搁较好的风景哦，阮拢会拢爬搁较悬的山，啊，拢袂感觉忝。好安尼哦，若是安尼，这段往山中的路吼，风景一定袂予恁失望啦。啊，等演习呢结束，我再好好来欣赏恁的作品。好啊。我先来。这里呢，好。Okay。前面因豪雨塌方，尽情改道。哎，我较拜托诶，即个刚刚落雨，就算无塌方嘛，就危险好无？这李俊豪，规个这爬山根本就是问题，真是哇！李俊杰，你出车祸过世，真正是可惜。也不过，就算你的命苦硬，我也袂让你的日子遮好过。哦，出错了，我一路拢遐行啊。你哦，应该建议公司，你演戏哦。在办在巴厘岛，那是马尔蒂夫。啊，那咱上课时阵也较甘愿。
前方因豪宇摊方尽情改道。哦，那你咱行这条。看到其他人，我刚有明这远，为什么哦，行遐久啊，都无看到俊豪遐来？刘婉婷，刘婉婷，哦，总算是看到人啊！我跟你讲，咱夹着路啊！哈，你确定？我不确定，但是我有强烈的预感。小人，迄条路我拄才行过啊！天差地呀！哇，也真大啦！到底是伫咧倒啊？哪拢找无？哎，规气摕手机啊来查一下电脑，看有无？你哪无电？拄着所在吼，对啊，对啦，啊，你着个够看到其他的人，无啊，哎呀，你头底要落山啊，佮继续安尼落去哦，足危险的。哎呦，我看到嘛，看嘛。啊？哎呦，奇怪。嘿，我手机无讯号呢，你手机敢有讯号？我手机无电啊。哎呦，拄只我着甲你讲，迄条路我已经行过，你着唔相信？迄条唔是。这条嘛不是，我还是看嘛。先讲啊，我的卡是你无看清楚啊，我来看卖。无啦无啦，刘阿婷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条路袂当行，我来讲足危险的，我无骗你的啦。你怎么行这上大危险啊？不是，刘阿婷，你哪好讲袂听啊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啥你硬要，你卖阁行，遐真正足危险的啦，你哪拢讲袂听？司机。你要冲啥啦？买地板哦，都地板啦。
我有煮煲汤啦，要不过我想恁家食袂落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面对你。既然你都知影我食袂落啊，何必搁摕物件来？徐慧婷甲我讲，伊公司今日活动，啊，无伫咧厝啦，叫我过来看一下。志武，我知影你心情无好啦，你若想要拍人，想要骂人哦，无你对我来啦。毕竟哦，这是正常了的代志。就算我甲你拍，甲你骂，家务就会当转来啦。志武失礼啦，除了失礼，我真正唔知影当讲啥，要若无。我跟你开了，你开了要创啥啊？你起来！哎哎哎！创啥啦？你安那无啦？啊！无恁两个手啊，是咧搬倒一处啦？家门都互破，因关起来，恁两个搁迄个心情做啥开哦？无啦，你误会啦，迄是拄像我。啊好啊，你免解释啦。老静，家门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是安怎变到安尼啊？老政府，我之前就跟你讲过，蔡正祥哦，伊配袂起咱家门，伊根本就毋是一个什么好的对象。你看，今嘛唔若反背家门，去甲别个查某人做伙，而且佫害家门去互掠去关。啊，家门发生这么侪代志，你是安怎拢无甲我讲啊？我来无啊，我去找你的时阵哦，是恁后生俊豪讲伊人无爽快，我爱互我记伊啊。我佫甲伊拜托的，伊都把我赶走了，我唔才会转来。啊，就算讲是安尼，你是不要敲一个电话，还是讲传一个简讯给我？我若是较早知影，无再敲家务，就袂去互掠去关。这妈妈无需要在干嘛来在生囝啊？你莫怪政府啦，你要怪你就怪我，拢是我无好好管教阮囝，才会互伊做这款代志，是我对不起家务。要怪当然嘛是爱怪你，你到底是安怎教？那你教出一个这么无天良的后生啊！做唔到代志的人是正常，不是阿官啦。你怪伊哦，嘛无路用啦。好，恁两个即马到底是安怎？这个袂当怪，那个袂当怪，我是要怪我，还是叫家门家己怪家己？你今仔日变安尼，就是你这个爸爸无遐认真好好保护你的查某囝，还靠你这个做妈妈，唔知影安怎好好管教你家己的后生。我今晚唔知系变到这么可怜。我问你，蔡正祥今晚哪里到？正祥，你去看麦。这个红酒啊，是要伫咧婚礼的时阵要给宾客啉的。你看麦，看起变安怎？来，气味确实袂歹咧。是安怎袂歹？你还讲看麦啊？因为这是你选的啊，当然嘛袂歹。尤其是你沾了红酒的嘴唇，特别迷人。那你要试试看，这沾了红酒的嘴唇是什么滋味吗？蔡正祥，你搞鬼来哦！阿姨，就问你是谁啊？为什么遐尔无礼貌？我要惊你吧，阮的办公室啊。伊是刘娇的亲生妈妈。伊讲有妈妈？无你是要笑死人哦？什么人无妈妈？无你是为石头刚逼出来？啊，你妈妈唔知是安怎教你的，教出一个这么无教养、阁无水准、干那出来红晒小三啊？我不准你讲我妈歹话哦。阿姨，你别求超过哦。我求
超过。你设计家门，让伊去坐到替你担做这件代志，你都无超过啊？你是咧讲啥？我唔知影。唔知影？哈，厉害，唔知影。好啊，我即马哦，就让你收起来了。清楚了无？你敢会爱卖伤害正常？你搞点去啦！你俩算讲你陷害家门这件代志，你会当骗过所有的人哦？我跟你讲，你敢会当骗过老庆？也唔过你无迄个才调，会当骗过我啦！当初时，蔡正祥伊卡打乡村，无跟你讲伊有女朋友，会当算讲是伊欺骗你。也唔过你唔拿无走，而且你知影家门有信时阵，你阁继续选择甲伊做伙。我甲你讲，你这无叫做戆，你这叫做下贱。而且你知影家门的代志了后，你唔拿阁超过伊设计，伊害伊去坐监，就为着要逼家门离开蔡振祥。我甲你讲啊，你今仔日安尼欺负我查某囝，我绝对袂叫你干脆就放你煞。阿姨，你即摆到底是咧讲啥，我拢唔知影呢。而且刘家文款款，我无啥物地带啊！你搁继续骗啊！你真正唔知影你今仔日你也是啥物人哦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做小三哦，你若要跟我比哦，你搁差远个啦！想要跟我博神金，我警告你啦，绝对无个要啊！你这小查某到底是讲啥？你在讲啥？你别搁欺负亚军了，好不好？任何人都不准你拜，知影锁门就好了。参照你这种小三哦，我应该把你的头发拢剪掉了，看你以后是要哪记啊？阿姨，来了，别再伤害亚军啊！是我做唔对代志，你就针对我来啊！你俩最跟我唔干是不是？哈？你这笨手！你卖了好不好？蔡振祥，我跟你讲啊，你敢卡打乡村，你就应该敢讲敢打讲。我，你卖嘞，你卖嘞。穿好势啊，休困一下，就当开始吃。来来来，你来你来，多谢总经理，辛苦哦，辛苦哦。嗯，真正足忝的。哎，妈，嗯，阿俊杰人嘞？
俊杰要不来啊？要不来？嗯，伊拢家伫我头前啊。俊豪，你敢有看到俊杰？伊讲伊要甲你做伙行咧。无咧，啊，不过是昨晚有落大雨啦，迄路较歹行，今年大家拢较慢啦。俊杰一直拢家伫我头前啊，啊，我拢已经到啊，伊是安怎还袂到啊？哦，敢是伊伫咧半路出所在休困啊，所以超过你的时阵你无发现？这边哪有可能？迄规路根本就无所在会当休困，而且我拢有咧注意，好无？可心，啊，你拄则甲遐主管，敢是最好出发的？唔是，后壁还佫有一个刘慧婷。什么？你帮慧婷一个人伫后壁行？你敢唔知影，一个查甫囡仔行山路，迄是足危险的代志呢？这嘛袂当怪我。是刘慧婷，敢那心情无介好，无想要跟阮做伙行。俊豪嘛有看到，迄个时阵，活动等要开始的时阵，俊杰咧带大家做活动，刘慧婷就一个人徛伫个边啊，敢那根本就无想要参加这个活动。喂，俊豪，你即摆随派人联络当警察，我烦恼伊两个人会出什么意外。阿姨，无你看，伊两个带就来啊啦，咱要等一下看情形再去讲啦。袂用诶，卡出若真正有啥物状况，咱第一只加等几分钟，就加几分钟的救援困难。我甘愿互别人认为我大惊小怪，我嘛别当冒这个险。俊豪，随便让你坐，进来。是。去先刷眉头花，我奶奶要跟我呀！哇哇哇！啊！那什么讯号了啊？是啊，肚子好饿，先去。哇，你拢没有手啊？哇，哎，你靠，要紧吧？啊，怪着啊！啊，都拢厉害啊！你甲看，叫你莫行迄条路，你偏安尼行，连我拢互你拖落去。我超工的啊，还怕要创啥？是的嘛？哎呦，即摆想要紧的时候，我紧联络着公司的人啊，啊无，咱有可能就要直接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！我，啊你嘛倒话者嘞！我不倒腰啦，我困难啦。你继续咱落去哦，咱袂用。无安尼啊，我去头前找看有路无？你手机就话。我就无诶，你把手机摕走，我唔是一个人伫遮，就乌诶，我会惊。
无啊，我的手机无电啊，你手机无上，我是要怎照路啊？啊，这按着，我是要怎行啊？我唔管啊，你若是一人出去哦，啊，家己找着路，家己转去。啊，我一人在这，唔是足危险的。啊，别照了，别照了，稀罕哦！我跟你讲啊，等我找着路，我甲你放伫遮啊。性地遐尔歹，那是俊杰哦，一定甲我爱的就会离开遮。我是讲啥？就是俊杰啊。你要哦。我的妈呀！哎妈！哎呀！哇哇哇哇哇！啊！你那样无聊啦！相公，你别把手举上。李俊杰，小亮哦，头壳上弄个派气啊，是不？小狗幼稚。你敢要继续吗？要继续吗？我准备来走哦。哎！你卖假啊你！我看你拄只哦，只要到外口就暗的吼，伊足惊的，才会做看来找我。啊，我唔是要跟你讲哦，我跟你讲，我头前有看到一个小木屋，即马哦愈来愈寒，咱赶紧去遐休困啦，无得靠咱公司的人会找到遐。迄个小木屋敢袂足远个啊？倒伫头前面啊，行。哦。啊。哦。对哦，我刷票袂记哦，你卡停。无解安啦，来。咩啦？啊。你顶个头就要扶着就好了。哦，就你扶，来啊，就你扶。哎，慢安尼，啊，我拍手拍手拍手。安尼，你是会晓袂晓？来来，多多行。当然了，规罐拢无嘛。哎，你这人啊，真的无客气啊！啊，说说去，请你啊。哦，哦，哦。是，嘿嘿，我搞错。哇，早知来吃，是讲啊，规个饼拢脆糊糊啦。哦，哎，啊，你这个包包背书小叮当口袋，底下你揣物件？唔加讲嘞。我最爱吃这物件，不过我阿妈都不准我吃，所以我就偷偷载来吃。嘿，我就看伊苦劳的哦，是要怎对来吃？你较早较虚都无来吃这物件嘞？真啊假啊？哎，这物件这么好吃，我哪有可能无吃？可能是因为我出车祸了，头壳又弄一个改变饮食偏好。这嘛是有可能。快点讲，我搞咋子？什么什么什么？就是这哇、個哦，看到这哦、個，我都叫要冻袂了，够赞的啦！是讲拢变，啊不要紧不要紧，你直接食就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阿弟刚你来我来研发是欧北部的时阵，就讲你要做胖。阿弟讲我欧北部的遐米粉，你到摕去行胖食。当然嘛有，够袂歹食。嗯，你看是不是？是不是？阿弟是当时也要做胖的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刚看到米粉在遐，我就想往遐做啊。哎，应该是天生的啊。是嘛哩哦，个性只改变就多，较靠家己，我真是两个也无共款的。嗯，我感觉真正无共的是，我听别人讲，我较早足爱你的哦，啊，不过即摆我对你一点仔感觉拢无嘞。我对金玛丽嘛一点感觉拢无，好不好？较早你哦，我温柔，我体贴的，我搞太阳晒伤，真大滴人啊！金玛丽有够讨厌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世间的人哦，有两种人，不管拄到什么困难，拄到什么代志，伊同款哦，会当活到足快活，你敢不知是倒两种？一个哦，就是歹人，一个就是狗命皮啊。那无什么做这款人诶。欸有当阵哦，人就是爱有法度接受哦，向讨厌勇气，啊，若无真正用忍痛心，就求个死哦。
听迄个李俊豪讲恁这个代志啊，刚伫员工餐厅，你也真咧聊广告册，是不是跟恁这有关系啊？我一出代志了，大家拢困无好，那就烦恼。歹势啊，我真正唔是调岗的啊，我也唔知啊。你免烦恼，我想想，好人一定好报。你不说搞回事嘞啊？对不起，我这人不是你。我问你，然后我看见子啊，够啥？当然嘛好，咱所有人拢是主持人做为大汉的。哦，你算起来，我家你是青梅竹马的了。唔，那是青梅竹马，我的错乱是你，你的错乱嘛是我。既然那么亲的缘分，那呢我嘛是感觉足奇怪些，做好对，一点么感觉拢无。到底会不会聊天啊？啊，你讲袂输，我甲你骗同款。唔是啊，我对你是真正无感觉，感觉你啊，我甲你骗甲你。啊好啊，我讲啊，奇怪诶。吃太胖了。哦。有没有带纸袋啊？我上面有。葡萄干，我忘记。哎。雨姐，雨姐，你出来姐。张，你找我什么代志？来，你坐。哇，陈龙，这是什么味啊？就胖一点吧。在咧秘鲁的时阵，你唔是雄雄讲，你想要食迄路边传统的台式？炸甜甜圈，对不？我拄学会晓用迄手机点餐，我就随替你叫来。来，你探小姐。陈龙，我无啥物胃口啊，真正食袂落，你食好不好？好。明明是你想要食，是安怎我买来你煞唔肯食？敢讲你是嫌我要看无，袂好买物件？那是国顺买的，你是不是得吃？陈龙，你现在怎无代无志，搁要讲着国顺？不要紧，非得你无爱吃，我就淡掉。好啊，我吃，我吃，我吃。我今嘛得吃。雨姐，雨姐，雨姐，你先啦。陈龙，请问有啥物代志啊？国顺，雨姐敢那身体无爽快，你吐。好，我来看麦啊。爸，我无代志啊。敢真正不要紧？阿弟的面哦，白敢那抓嘞，敢着爱爸爸叫司机送你去病院检查一下啊。不需要啦，爸。我休困一下就好啊。有可能哦，最近我着痧，食物件的时阵，闻到一挂食的物件，我就想要吐。啊？新闻才伫报呢，有迄个寒流来袭，啊，这款天气，你哪可能着痧是着啊？唔着啊？雨姐，啊是你是肠胃不爽快啊？来。食拍巴肚嘛较有道理，那无这种镜头就是伫个白镜啦。啊，当初哦，陈龙伊妈妈有心的时阵就是安尼啦。啊哈，敢是你那做人成功啊？啊？我哪无想到？雨姐，生意，感谢姐，咱要有囡仔，我要做爸爸。
哎，真好真好！啊，我交代恁杜妹的回来哦，爱炸一个纪念品给我。哎，恁听有嘞哈，真正把我的金孙哦炸回来啊！哎，不是啦，但陈龙哦，真正是乌干那地导游，无得看嘞哈。阿姑，陈龙，玉姐，江一林。你搞手面皮好无啊？足怪嘞，这小杂货。小吴啊，哇、哦，这口杂货平常是没人这样大声，身体哪这样虚，搁光个屁屁臭。起码敢让我淡薄了解，为什么之前的我会对你有感觉？是卖想这，参照这种身体这样虚，会跟我抢棉被的查某，根本就无适合我。来这有人无？我是救难队。有啊有啊有啊！这有人，这有人，这有人啊！对不起，你起来啦！救难队来，紧的啦！差你一个头啊！紧的，莫搁困啊！你困啊，那猪同款。你起来啦！救难队啊，我无要甲你放阮鸟啊！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放阮鸟啊！林俊杰，来，我知啦，我知，你莫惊啦。顺便，快停！哎哎，别别别，坐啦坐啦，坐啦！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哦。啊，恁两个人有要紧无？哎，放心啦，无事的，代表无代志。俊杰，我听讲昨暝你甲刘慧婷已经困做伙啊，敢是真实啦？哎。讲你什么话啊？别说我两个做什么违纪节的代志，好好说话可以吗？上次阿玲咱们经过生死关头，咱们旧情复燃，天雷勾动地火。和尚想要吃回头草，买看卖无？什么吃你这个回头草啊？刘慧婷，你敢不敢保证，你对俊杰绝对拢无任何非分之想？和尚为什么非分之想？我嘛无可能有机会啦。我这个人哦是守身如玉，我跟你无共。俊杰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来说说去，你别再问啊！我不是要讲到这么白。俊杰，好啊，你是在讲啥？大家拢是家人的，你创提过去的代志来个刺客，迄干那个外面的人看笑话，吓咱你家面子呀？
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是讲恁两个人嘛，足奇怪。啊，指示牌啊，写甲清清楚楚，我哪会行到无去啊？无变哪知，我们是照指示牌行啊。啊，那呢？问题出在倒位？总经理，我是有行到一个双车路口啊。啊，我看到一个牌啊，写讲哦，头一个山路已经放弃啊，要改路线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哦，迄牌啊是倒伫个涂骹，我唔知影要行倒一条较好，所以我就用摇的。啊，应该是我摇唔对啊。无可能啊！就算讲你是因为安尼才行唔对路的，啊，不过俊杰行伫我的头前，我经过迄个路口的时阵，迄牌啊阁好好啊，伊哪有可能会行唔对路啊？我看哦，敢毋是俊杰看无迄指示牌顶个意思？拜托个，我是袂记记定一百字，迄牌顶面写啥，我哪有可能看无？啊，好啊好啊，莫查迄啦，迄以后才阁查，俊豪。请咱两个人送个病，感觉一下啦。唔免啦，总经理，我考试我挂掉尔，无啥看医生也无代志。对啦，你是无代志。嗯啊，咱真无简单哦，啊找着一领棉被，结果拢互你一个人盖去。我昨暝睏的时阵哦，半暝寒到半醒死，搁较皮皮臭，真正够夭寿的。刘慧婷，你这人心肝哪会这么凶啊？啊，干那顾你家己，都无想着俊杰卖寒哦。我哪有甲伊抢棉被啊？我明明就分伊一半。对哦，一开始是有，你甲困无久哦，你着一个人哦，拢甲棉被卷卷去，你又拢又袂叮当。你哪甲我叫醒啊？是要哪叫？你假困，我是要哪叫？我哪有假困啊？你真是哦。好啊好啊，你两个人先啦，秘书讲你紧张同款的，小寡代志我袂算。哼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真好真好，听到好消息呢。哈哈哈！哎，大概哦，我听朋友哦，电影孙大古锥拄大古锥哦，吼，我是足兴奋的。啊，这届哦，总算是轮到我做阿公啊啦！哈哈哈！啊，不要紧，哦，啊，你生意陪恁水母哦，哎，爸爸嘛要恭喜你耶，你要做爸爸嘞！哈哈哈！哦哦，行安尼，啊，再见。哎，另外，阿古，阿古啊。统培生计出代志啊！统培生计出代志，是出什么代志啊？金融公司早都已经被掏空啊！啊！因新开发的疫苗根本无通过临床实验，之前因发布的消息拢是假的，即马新闻已经在报啊！影是无影哈！哎呦，妈呀！哎呀！哎喂，啊我你有鬼？你即马随甲统培生技的股票全部搞卖掉，嘿，股票全部卖掉。哎，我唔管啊，即马卖单是几啊万张哦，你爱想办法，甲统培生技股票全部卖掉，好，拜托拜托，马上哦。阿哥，哎呀，你今嘛无路用啊，即马发生这种代志，咱手头股票那有可能卖出去啊。我真正哦，予这叶副总害死啊！我即马叫伊赔钱。阿哥，你确定迄叶副总会赔你钱啊？伊若唔赔哦，我就告伊啊！阿哥，千万唔通，唔通安尼做。你若真安尼做，就等于承认你有甲伊做伙炒股啊！咱即马上要紧、上要紧的是，爱想办法调资金来维持公司的运作。啊，若无变一个礼拜，唔若出货有问题，甚至个员工薪水拢花不出去啊！讲什么？二三十八二四，股票都还没开始起啊，本金就了去啊！哎呀，国胜啊，我真正有话要听你的话，我真正是老翻天啊！阿姑，你是咱上天的董事长诶，不管遇到任何困难，你都未当失去信心，啊，若无公司就真正无救啊！我相信啊，咱好好处理，一定有法度渡过这届难关的。阿姑，你哦，我一人小冷静点啊。哎，是，阿姑，你若想要找我讨论，
随时跟我讲。我要先去替我妈整理物件，需要一点仔时间。啊，你有星期无闲你的哈？等我整理好势，我才打电话给你。是。姐，你也再过来啊。这是我跟我朋友的资料，你若有需要调动国外的资金的话，会当甲伊联络。伊有这个能力，帮你撇开每一个政府的东西。多谢。麦加西多谢啦。当初若不是你伫美国救我后生一命的话，我今日就算搁赚较侪钱，嘛无任何意义啊。迄个当初我只是陪伫汤马斯身躯边两礼拜，那我甲斗啥讲着啥。向你赔。这是我后生当初寄我的遗书，在你打电话迄当时，我都要去让你看。我本已经决定吼，想要结束家己的性命。你甚至连日子拢甲拣好安尼，你也看会拣对个。一天是，一天吼，就是你去陪伊的头一天啦。不过嘛是因为你甲陪伴、甲关心，伊才来放弃吼。想要结束家己生命的想法，想不到我那个关心，有好多改变的命运。对了，最近好无？已经好了，只不过吼，即马女朋友一个刚换过一个，唔知当时较会当稳定落来。不管安怎讲啊，姐啊，我也是爱甲你说一下多谢。歹势哦，我即马有够外多，你知影讲。我想要对付阮阿贵理由，请你谅解。不管什么理由啦，对我来讲拢无重要。只要你有需要我出手的时阵，我袂问你任何原因。因为吼，我以后拢欠你这份感情。姐啊，多谢你。没啦。你有贵，你俩准讲你的恶梦已经结束啊。你想太多啊！买股票给你了钱的，只是我送给你的一份小小的礼物尔。刷落来，我要一步一步，把你逼到无路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多谢。无着伤啊，着歇放电尔。哎，哥哥无着伤，啊这是，哎呦，这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你敢知影？阿妈一下听到你安尼发生意外吼，我烦恼到规暝拢无困，我咧伫念经，一直咧祈求一命保平，保庇你赶紧平安倒转来。哦，伊是你受烦了，一直踮遐念经咯，啊，佛祖咯，感觉你作阿杂个，所以就才派来救难队来把我救出来。好紧啊！你何必讲啥？等你自细汉，不管是受伤会出什么意外。最烦恼的人，拢是阿嬷。
就是讲啊，俊杰，我参照你出车祸昏迷不醒的时阵哦，阿妈搁走去庙里替你求平安呢。阿妈真足疼你的。哦，阿妈，就是你真遐疼我。来来来，金姐，哇！我话你讲来免烦恼，我拄啊趁一摆，伫咧山顶吸收日月精华。即摆我规身躯充满着活力，会当讲是头好壮壮，规个人安尼乒乒叫。我话你讲，我该跳舞，我跳你看。耶！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哎呦，乖乖坐咧啦，你。可心，阿妈毋是甲你交代，叫你都爱甲准个顾好。阿祥啊！你安尼真是倒做去爬山、去佚佗的，哈？是安怎放予准家一个人，行到找无路？阿妈，这嘛袂当怪我。啊，俊杰爬山的时阵走到那尾，我根本就跟袂着。既然你遐尼含慢哦，那呢，我就甲你换掉，请一个保镖，甲我这金孙24小时保护掉咧。不，阿妈阿妈阿妈。是安尼啦，其实有可心哦，伊足辛苦的，伊安尼搞顾前顾后，伊嘛足负责任的啦，是我家己收结，啊，唔只安尼，啊，可再讲啊，你公司的大大细细代志吼，我拢已经有较熟手啊，所以可心无需要甲对外跟批准啊，哈，拜托啦。哎，是啦嘛，啊，既然吼可心无需要安尼甲俊杰对调调，我想我的公司吼嘛免抓俊杰啦。啊，那无我一个爱做经理的工课，一个爱去带俊杰实习副总的工课，我惊我两边做袂好，阿妈，搁要你去帮忙嘞。妈，我看以后就准个给处理伊副总的业务，啊，伊就等于好做伊经理就好啊。俊杰，嗯，你敢真是会当一个人处理你家己的业务？当然嘛是假设，哎呀妈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嘛准备要大展身手。我跟你讲，副总的这个位哦，我一定要甲坐到安尼稳稳稳，会甲这代志拢处理到真完满、真好势，绝对袂让你失望。你放心。好，那呢，阿妈假设都要放好你家己面对哦。No problem。嘿嘿。俊杰。哎。你敢真是无需要我伫你的身躯边甲你斗相共啊？欸，可是那真正不需要啊！你莫阁安尼搞对前对后啊！你安尼我真正做眼叫的。卡叔，你啊，阁继续安尼落去哦，我以后拄到你，我特别甲你耍猫捉老鼠的游戏啊！你就是猫，我就是老鼠，我若是一看到你，我提皮起来。妈，嗯，我想讲要替可心求情啊。是不是会当回当来公司上班啊？阿妈，拜托你，我一定好好做，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妈，你嘛知影，咱食品研发部就欠卡手的，啊，我是建议啊，阿婆回当来食品研发部，为迄基层的研发人员开始做，啊，好好搁改拨一下，你看办嘞？可心。你敢愿意搁对基层做起？嗯，愿意，我当然嘛愿意。好，那呢，阿妈就搁再给你一遍的机会。多谢阿妈，妈多谢。哎，金孙的听无？没啦没啦，是小可代志尔，这哪有啥？哦，你妈你较注意嘞，安尼。真是，多谢多谢，哎，你讲不我说说，这个哎呀，谢谢。爸，嗯，结婚一天，我就要请技师，敢有好看？嗯，你是提过服装大奖的设计师呢，你跟公董嘛是不一般，嗯，何况。你啊，真正是上了解我、上疼惜我的爸爸。今嘛，我加一个啊，加一个疼惜你、搁了解你的人。亚军啊，弟弟要结婚啊，我这做爸爸啊，难免啊，要关心你的幸福。你
敢有影想清楚啊？要给我真相。我已经想清楚了。爸爸也安尼问，迄是因为我肯定你伫工作上的能力了。也毋过，你伫感情上吼，一直无啥物理智啊，这点嘛，总是让爸爸吼袂放心。我即马敢参照是一个无理智的啦，而且我有好好想看卖啊，我有考虑过，才决定甲我后半世人交互真相。妈你好，爸爸祝福你，祝福你跟正祥两个白头偕老，幸福一世人。多谢你爸，那呢，你以后嘛爱疼惜正祥哦，好不好？那是当然啦，伊若是对你好，就是我的好囝婿，我当然嘛爱疼惜伊。有你这句话，安尼就够。我叫你买的东西，你敢有买着？我当然有买，我专门去找那太阳牌的公主生去买的，才买有这个限量的千层蛋糕。哦，最佳，你为了今天就问亚军哦。亚军对我这么好，我愿意替伊做任何的代志。有了，温度啊，伫讨论哦，婚礼代志。什么时阵安排你妈妈跟她见一下面呢？我当跟她讨论一下。爸，啊，阮母啊对这件婚事哦拢无意见啊，无需要麻烦爸跟阮母啊见面。讲什么麻烦？以后咱就是亲家啊，一家人了。敢袂当无先见一下面？是讲阮母啊这个人哦，是过避暑啊啦。这款场面哦，我惊伊没关系呢。讲什么场面？不过是吃一下饭，开讲一下，讨论一挂代志安尼尔。哼。爸。好啦好啦，这件代志吼，由我来决定啦。这顿饭吼，我来请。你去订餐厅，无论安怎，阮总是要见一下面。啊不吼，让外人吼，若是知影讲我谢文良嫁查某囝吼，一点仔礼数拢办，安尼。我见笑，你知无？好啊，我知，我来安排。嗯。哦，那嘞，您见笑，我先去买药困。好。正祥，你妈妈敢真正愿意跟阮爸见面？什么拢可以，只要心心相印，有穷有水。